虽然真的自己蛮想就是办一个这种的生日会，但今年十月请大家也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马上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王子秋生演唱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，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哇！大家好，旁边有位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直接彩排，直接这样子这么 free。有一点点忘词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办这个生日会，感觉怎么样？因为这是你一年一度的生日会嘛。对，其实很开心，因为最近都一直在拍戏。然后呢，很少有时间可以跟歌迷见面，也很少跟媒体见面。对。但希望大家期待一下暑假的那个稍息立正我爱你。多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戏。对，这个戏呢，我们拍摄了将近半年。是的，对呢，然后所以有很多时间都在剧组生活啊哈，跟大家相处也非常愉快。然后也感谢，其实我们戏还没播，不管是哪一家的媒体，都先帮我们先写很多很好的、很棒的新闻，让大家知道这部戏。你这样生日会媒体算很多哎。对啊，还好我去年没有进摊，不然媒体应该很少。因为全部人要跑到海边，是不是？进摊也是一个不错的。进摊也是一个不错的。对。